据众多媒体爆料称，《封神》的导演沃尔善正式过关，总票房已经超过保底数额。而《封神》第一部的总投资其实才6亿左右，18亿已经回本。就第一部这个质量和口碑，二三如果缺钱了，有的是资本排着队送。现在大环境不是缺投资，是缺好项目。沃尔善曾表示，第一部赔了，自己要还债10年，就是因为有对赌协议。沃尔善自己的长生天公司就是发行方之一，用的是技术入股的方式。之所以要有赌协议，是想约束沃尔善的风险责任，毕竟6亿不是小钱啊。其实这电影项目已经成功了，第二部必然高票房，不拉胯第三部也是高票房。本身封神故事精彩部分也是后边部分，拉胯概率极低，但后面2部的特效那才叫烧钱，石绝阵、九曲黄河阵、诛仙阵、万仙阵全是钱堆出来的，天上飞的、海里游的、地上跑的奇珍异兽、翻天印、混元金斗、金蛟剪、阴阳镜、捆仙绳、乾坤带，各种法宝神器，三霄娘娘、魔家四将、九龙岛四圣、眉山七怪、金鳌岛十天君、阐教12金仙，各种神魔大斗法全是钱啊。对于封神来说，还有一个赚钱的好方法，那就是院线结束后全网免费观看，而且是未删减版。只有所有人都被第一部洗礼后，第二三部才会省下很多教育观众的宣发。毕竟朝歌风云、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可以横扫目前病恹恹孱弱的影坛，导演、编剧、演员在各自的领域都足以让对手降格。面对黑资本的打压，硬是凭口碑杀出一条血路，以剑天涯，笑傲红尘。想起龚自珍的一首诗，九州生气是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，我劝天公重抖擞，布局一格降人才。